啊，杜瓦博士，这是我们新来的营运总监。新来营运长卡伯特，我知道这是谁。我是杜瓦博士，我在营运中负责管理科学部门。好，你得在科学部门累积声望，有我在会不太容易。不过你办得到的。具体做法是控管恐龙的数量，并确保它们成长茁壮。成长茁壮，刚刚死两只嘞，每分钟收入达到50000。好了，接受啊。 我现在要建造一个素食店，建造一个服饰店。哎，有人来嘞！哎，还不少哎，都是为了我们的恐龙而来的。那我要建造一下我的素食店，素食店，素食店啊！吃汉堡嘛，大家最喜欢吃汉堡了，吃吃吃吃吃吃，嗯，给你们吃，吃给你们爽。该加素食店，吃汉堡哦，这个连起来，连起来，吃汉堡哦。 还要一个什么研究中心服饰店，好，没问题，研究，马上研究服饰。这个建筑物游客中心，哎，服饰店没错，不到1分钟就可以了。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哦。果然 ，LOST 星和那个果然不能放在一起。这个角鼻龙，抽取 DNA， 这个哇，角鼻龙高品质的哦，3颗星，再抽，哦，抽抽抽抽抽抽抽。还有什么？继续挖，拼命的挖。 挖挖挖！角鼻龙继续挖，挖得你爽！哎，服饰店研究好了，在我很爽的研究中心。情况不错啊，我喜欢你的管理风格。情况不错，是我赚到钱了吗？游客服饰店有了，服饰店就盖在游客的旁边，我就盖在这里 ，OK 的，盖好了，把这个道路连接起来。 有没有？一进来就买服饰、吃素食，还有逛街、购物，哎，还有一个钱后续观看区呢。但钱可以用来……哎，承包案完成了。我很满意你在这个合同的表现。你很满意哦，嘿嘿嘿，没什么啦，庆庆猜菜你啊啦。建造一个服饰店，我正在盖了，然后我还要盖一个观看区，观看区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是电力范围。哦，这一块和这一块都可以。 我看一下哦，我的肚子饿的游客没有79%，哎，购物没满足，运输0%，运输0%，先盖一个看台好不好？营运，看台看台，我要看台围栏，看台看台，我要看台哦哦，这里有恐龙喂食秀哎，我先弄一个看台区在这里好不好？让这里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恐龙这一大片。 好，就盖在这，一大片给你看，把道路连起来。哎咻，好了，这里有一个通往里面的道路。雷赫要盖一个，刚刚有看到吗？这个火耳喂食秀，哎呦，就盖在这前面，火耳喂食有没有？盖在这里，感觉很棒棒。这个。 山羊跑出来了，哎，会不会来吃？会不会来吃？我对目前状况很满意，继续保持。我们的目标是让游客满意，让游客满意。享受各种贴心小服务，同时欣赏着那些有着尖牙和滴溜大眼能一口吞下它们的大怪物。哎，又有东西传输来了，噔噔，盈利公园完成，获得瓦龙王龙。 帅啦！哎，羊跑掉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们已经让公园的快乐程度达到最高，游客人数也因此增加。哎，有两颗，快要到2颗星了。嫉妒，因为我们做的猪成果，你说是吧？是是是。运良好，我们的科学研究就会更顺利。当然，我绝不会把这道理告诉艾萨克。我已经听到了，<笑>你们两个就在旁边讲话，是不是？不不不不不，太迟了，我听到了。 改零件，博士。完了，完了，没有，很爽，它要来咬了。山羊要被咬死了，哇呜！大口吞呢，整只被吃完了。哎呦，阿勇，我除了这个，我应该也要盖肉食区，对不对？肉食区都就也都盖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让观众有最好的视野。
可以看到，感觉很棒哎！我要不要再开发一只角鼻龙啊？感觉好爽哦，64%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血统要够纯正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要抽取更多的 DNA。这个是什么？来，卖出，抽取更多的 DNA， 抽取更多 DNA。有钱就做这些事情，我到底有没有赚钱呢？啊，有有有，我赚钱了，我到底有没有赚钱呢？有的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应该要申请承包案了，我现在没承包案了。哎，申请新的承包案，申请新的承包案件，你有没有？有没有再来一点，好不好？不管什么都得有来一点，这个可以接受，哎，可以有这个升级化石空间，接受。好好好，有新的项目了，升级时刻，化石空间。升级空的栏位，升级嘛，库存空间，升级，噔噔，成功了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哦，你看看，你的声望高到爆表，我的声望高到爆表了。我们要颁发这个奖励给你，表扬你在马坦塞罗岛的努力。真的还假的？高到爆表了，这么爽哦？那我再孵化第二只恐龙好了，高到爆表啊，73%了，血统纯正，血统纯正，哇！游客即便下着滂沱大雨，不撑伞依旧来观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们怎么都垂头丧气啊？他们好像行尸走肉，丧尸来潮啊！哇哇，里面都疯狂漏水，大家还在自拍哎、欸，了不起了不起！了不起啊，各位！哦，太阳出来了，丧尸潮了，我们有疯狂丧尸潮了。为了要讨好游客，把游客的钱榨干，我再盖一个紧急避难所礼品店。为了把游客榨干，礼品店就盖在这里。出门之前购物，要离开这里了，最重要的就是再买一下。这里没有电呢、欸，没有电真麻烦。变电所在这里盖一间变电所，提供你们好用的电力。哇，全部都在供应范围内。哎咻哎咻哎咻，哦，没有电力，没有电力。这里变电所，连上电力。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哇，接电了，接好了，接好了，这样就有电了。哇，你们就可以在这边购物，连三块。这里就是我的礼品部门，然后有再过去有服饰店，再过去还有素食店。哇，为了来看一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又有加快了。第二次探勘，表示你也想要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接受，好不好？你们要我接受，我就接受。多次探勘，我等一下我要先放出一只恐龙。哎咻哎咻。我的第二只恐龙一样，哎，60%而已，这一只快要出来了，我应该也要再承包新承包案，承接新的案子来啦。我对你这个一直都没有来保全这边，如果有出事出歹机，这位是兰伯特，保安部门主任，探勘出一个挖掘恐龙化石。我们有个最基本的难题，既要管控恐龙，同时又要鼓励他们的本能行为。因为他们有作战的潜力，作战潜力，包括我在内，大家最害怕的状况莫过于恐龙在园区乱跑撒野。但要是不冒险，就无法利用他们赚全世界各地的钱。好啦，先接受啦，反正这个应该是同一个项目嘛，对不对？同一个项目都是探勘嘛，探勘挖掘，同一个项目可以一起做，为什么不做？好好好，我就同一点。再挖掘一次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一个我上一次有发现这个吗？第二只恐龙好了，哦哟，又来了，好帅哦！哇，血统更纯正，比第一只更纯正的，我花了很多钱在研究这一只上面，哇，血盆大口，好帅哦！我真的来到侏罗纪世界了。看来是一只肉食恐龙，
这次孵化的是角鼻龙。角鼻龙啊！恐龙的背上有一排棘刺，头上长了一只刃状的角。哦哟哦哟哦哟！无论你是单独一人，还是一群人集体行动，都不会想遇上角鼻龙的。好帅，好帅哦！都不会想遇到角鼻龙的。两只角鼻龙会不会互相咬？那就更帅喽！哎呦，等一下被树叶挡住了。两只角鼻龙互相打声招呼，要咬了！你咬我，我咬你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！哎，没，太可惜了。社交，他们社交不好，有没有？社交不好，这里最多放两只而已，不能再放了。社交不好，太好笑了。好啦，让你在里面游动啦。不久之后就会恐龙喂食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多给他一个喂食数啊？每分钟会分配食物，定时补充，好不好？不要让他们挨饿。和我们人类一样，不同的恐龙有不同的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补充了。要确定围栏里喂食处放的是正确的食物类型。我个人喜欢吃红肉。你喜欢吃红肉？哎，承包商挖出来了。哇，这么快、啊！在我看来，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你挖到什么？你们挖到什么？传输了，又有东西来了。噔噔，保安任务一完成。哎，不是啊，他要第一个保安任务来了。我有个新任务，感觉你的能力很适合。你先稍微了解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你是否有兴趣。有，我有兴趣，不用了解了，直接接了。保全任务直接接了。蒙艾德蒙托龙。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如你所想，各项设施里的动物们不断在刺探我们安保系统的弱点。这些动物比其他人料想的更聪明和狡猾。但我们不会低估他们的能力。我们不能放任恐龙在乐园里面乱跑吗？评估我们的安保规章和屏障，同时也是找你加入的原因。好好好，我会注意这一点的。这个人值得我的赞赏，他是真的把这些动物同时视为机会与危险。机会与危险兼具，我是不是应该多开一个？我需要你帮忙孵一些恐龙，然后将这些孵化的恐龙安置好，并确保这座岛上有资产控制小队的监控。这是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，行动吧。行动吧。设施评鉴恐龙能见度，近距离观赏恐龙才会到你的乐园的。接触你这些恐龙，问题是不能让他们真的接触。建造设施提升能见度，同时用安全玻璃把游客们和恐龙隔开。所以我要盖一些看台，让他们能真的看到恐龙，或是盖一个瞭望台、水晶车、观景台，哦哟，所以我看一下我的恐龙的视线范围，这个管理模式，恐龙视线只有这里看得到恐龙而已，所以我在这边也要盖一个看台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更大范围的看到恐龙，看我的恐龙，恐龙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好，哎，这里不错，大范围再增加一个范围看恐龙，哎咻，很好，很好。哇，不错不错，哎，这里缺电，增加一个范围看恐龙，看恐龙。看来你的电力不足了。我的电力不足了。建造更多发电站或提升发电站的输出效率。我的电力不足了。阿鸟尾哦，要更多发电站了。小型发电站一个，不高啊。那也安内啦，哎，被挡住了。转转转转转，我、哦、这里这里这里盖在这里不行，盖不下去。阿伯登啊啦，盖在哪里好？盖在这里好了。电力发电怎么会不足啊？哎，这个也要好多钱哦。好好好，再盖了，盖好了，盖好了，把电连出去。哎，多发展一个看台，结果就没电了，这太悲惨了。好了，完成了，发电站完成了，所以我可以继续探勘。探勘，他要探勘什么龙？艾德蒙托龙。好，探勘中心，探勘地图。艾德这一只，好好好，派出去了，去挖吧。在我挖掘新的化石之前，哎，我这里已经本来就有了嘛。艾德蒙化石研究说不定就有2%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新项目，哎，角鼻龙捕获。我已经角鼻龙已经有73%，哎呦，水生哺乳类动物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没有东西，没有 DNA， 没用的东西。
害我很兴奋，想说哇有好东西，哎加2%了，50%有了，太棒了，再十秒，再等我十秒。接下来你要在哈蒙的空气实验室接下来要放，哎要安装这个了，放进围栏里安置好，同时还要确保这座岛上有资产控制小队在监控。资产控制小队，哎我研究完那个之后就要资产控制小队控制中心。哦呦哦呦，这里被挡住了，被挡住了，哎找一个地点盖下我的控制中心好了，就盖在这个旁边如何？哎资产控制小队完成。没有帮你连上道路，然后还要放养哎艾陀蒙托罗，哎不是啊艾德蒙托龙，艾德蒙托龙会不会有，哎我化石也摇好了，我怕艾德蒙托龙会有那个，哎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想让你知道承包案，感激你为科学部门做的一切。好好好，我等一下就，我想我的意思就来传达到了。我很感谢，我也很感激好不好。哎任务一来了，三角龙，哎我有个有趣的提议。好好，我想接啊，可是我现在在接其他的，哎共同创造生命，纯粹的生命。如果你曾听马尔科姆博士提起，那你就会知道这对我们还有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。我很想接，我真的很想接，可是接了就要放弃我目前的任务，我等一下再接好不好，你不要逼我，我先要研究庄田技术 ACU 庄田技术一级，你不要逼我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但这真的是个不可错失的。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孵育并孵化至少2只新恐龙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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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虽然没有办法接受刚刚那个提议，可是这个提议我至少可以接受一下。 AACU 可研究命中率庄田速度，我是要研究什么东西啊。庄田速度，好好好，刚刚又忘记了，被那个哦资讯科的一直来乱我。庄田速度是不是这个？好，庄田速度研究下去了，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，很好很好。我要放养艾德蒙托龙，真麻烦。那样我是不是要设计一个全新的区域，我才可以放龙，不然放出来也是被咬死，放出来也被咬死而已。不行不行，我还要来。围一个全新的区域，全新的这里，围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哇！庄田速度，哦哟，研究完嘞，围完了，哇，好大一片哦，绕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把它盖在这里，盖一个出入口门，这样应该有出入口，有门了。然后要盖一个这个研究中心，研究中心就放在这里，哇哦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哎这个马路看起来好丑哦。修改一下。好了好了，这样子连接。连马路都改好了，没有电。可恶没有电。为了盖一个实验室真麻烦。我把电也接过去。一条两条，接一个变电锁在这里。好不好，有了齁，都有了。不要再跟我抱怨东抱怨西了。再出去找三角龙和哇，龙王龙是草食性的哦。我一直以为龙王龙听起来很强，想不到是草食性的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草食的一区刚刚围出来的，肉食的一区，这样子应该可以满足这里的。哎，这里没有水哎，增加一点水资源。哎咻哎咻，增加一小块。增加在这里好不好，跟树一起，这样你们应该会更开心。随便乱画了两撇，顺便也增加这边的看台好了。这里等一下，这里应该要去除一些树木，哎呦，把一些树木弄掉，让这里的视野比较宽阔一点。我在这边设立一个新的看台，这边除了可以有看台，还可以看到最新的恐龙放养情况，好像不错。哎咻哎咻，连接道路出来，哎咻，直线前进，直直的过来，
这边就可以看草石龙了。哎，恐龙冲过来了！哎咻，中了中了，再中！哎哎，他冲过去了，赶快掉头！他冲到游客这里了。哎呦哎呦，在哪里在哪里？